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5:2到5:3卡池安排，火神千特拉利登场时间曝光，海登杰新皮肤来了，5:2恰斯卡染色风是一加雷弗登场，5:3里兵法技能曝光，火神队友来了。原神纳塔 5:1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希诺宁即将登场，同时复刻的五星角色小草神纳西达、胡桃、千枝也即将和大家见面，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一起来看看吧。首先要说的就是 5:1 版本可获原石汇总的奖励情况了，废话不多说，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哈。可以看到，在 5:1 版本中，零氪玩家最高可获69抽，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获92抽，大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获101抽，奖励总的来说还可以。而说起 5:2到5:3 卡池即将登场的新角色恰斯卡、欧洛伦、火神马威卡、茜特拉利这几位角色的技能机制相关，就目前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其中 5:2 卡池成女恰斯卡是风系主 C， 据说拥有染色输出机制，但并没有确定 5:2 的新四星欧洛伦应该是专管， 5:3 卡池的火神马威卡则大概率是前台 C， 据说是和茜特拉利打融化的。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于 5:1 版本前瞻直播 PV 中的少女茜特拉利的技能相关消息也来了，简单来说就是防御冰盾，大招是后台攻击力模组，一命场上角色套盾，二命增加了大招协同频率，四命盾被击破或结束可以造成范围伤害并且回能，满命则是攻防转魔，天赋三对五每次夜魂传递减盾 CD。 这么来看的话，茜特拉利应该是无缝盾 C， 且可以和仆人火神搭配，更像是火 C 的辅助。不过还是那句话，版本跨度大，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原神纳塔 5:1 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除了新五星角色希诺宁即将登场外，千枝、纳西达、胡桃也即将迎来复刻，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火神马威卡、茜特拉利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2到2:3 卡池新角色登场的安排了。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5:2到5:3 卡池登场的新角色也已经确定，其中 5:2 卡池会有两位新角色登场，分别是五星风系成女主 C 夏斯卡、四星雷系攻击专辅欧洛伦。 5:3 卡池是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分别是五星火系大剑角色马威卡以及五星冰系法器粉毛少女茜特拉利。而说起5月2日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就目前来看，说法最多的还是之前提到的那个版本，温迪、仆人、流浪者复刻。不过复刻角色的话，目前并没有实锤，也就是说依旧会有改动的可能性，到时长期未登场的钟离、申鹤、莱欧斯利等角色，看样子起码得等到 5:3 及后续卡池才会登场了，尤其是钟离这波延期属实有点出乎意料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后续的 5:3 版本，也就是海灯节，除了火神马威卡、茜特拉利的登场外，据说第二期离月混池也会开启，而每年的海灯节也都会有新的皮肤上架，目前海灯节已经连续两年都出离月角色的皮肤了，分别有克勤、凝光、甘雨、申鹤、行秋，如果还是离月角色皮肤，估计大概率是萧、香菱这两位。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更期待哪个角色新皮肤的上架呢？